视频上展示的这款是我们生产的72孔110千瓦齿轮传动式固废压块机设备，可以适应多种物料的压块成型，比如农作物秸秆、苜蓿草、锯末、爆花、废塑料等，含有加热电抹装置，1个小时可以压制压块成品2.5吨到3.5吨左右。视频上现在展示的72孔压块机一套的配置图，包括上料料仓、上料皮带输送机、出料皮带输送机、压块机主机和电柜。